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HSK 四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，共四十五题，请大家注意。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 第一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。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。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 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不好意思，房间有点乱，我昨天刚搬过来，还没来得及收拾，房间还没有整理。二。 路上堵车特别严重，我们提前三个小时就出发了，可即使这样，最后还是没赶上飞机。他们最后顺利登机了。三，现在正是换季的时候。 不少衣服都在打折，下班后咱们去逛逛吧。我想买条夏天穿的短裤。他想买个帽子。四<是>，王教授是著名的儿童教育家。 这本书是他根据多年的教育经验写的，内容丰富有趣，受到了家长们的普遍欢迎。家长们对那本书的印象很好。五，这个菜太辣了。 我实在吃不下去了，早知道这么辣，我肯定不会点的。那个菜非常酸。六，<6. S 1> 你再仔细阅读一下通知，上面写着交表格的时间呢，你快点填吧。 否则就来不及了。要及时交表格。七，虽然这里是郊区，但周围交通很方便，再加上房租便宜，所以很多年轻人都在这里租房子。 年轻人不喜欢住在郊区。八、啊，现在很多国家的签证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办，而不用去大使馆。你只需要把准备好的申请材料提交到办签证的网站。 然后等通知就可以了。网上能办签证。九，你看看你的火车票，如果座位号最后一个数字是零、四、五或者九的话。 那么你的座位就在窗户旁边。他没买到车票。十，研究发现，一件事情只要坚持做二十一天以上，就会变成习惯。因此，任何事情，比如运动。 虽然开始比较困难，但只要坚持下去，它就会变成你的习惯。习惯的养成需要一段时间。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五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 例如，该加油了。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 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听说这篇新闻的作者是你以前的同学。对，我记得他原来在学校时就常给一些报纸、杂志写文章。他们在讨论什么？ 十二，小伙子，对面就是邮局了，要开到门口吗？不用了，师傅，您就在这儿停车吧，我自己过马路就可以了。男的要去哪儿？ 十三，13, 不用买矿泉水，车上提供热水。那正好，我可以带点茶叶。车上提供什么？ 十四，这学期的体育课你选了什么？网球。本来想选羽毛球的，但是选的人太多，我没报上。男的为什么没选羽毛球？ 十五，还难受吗？昨晚吃完药睡了一觉，感觉好多了，好像也不发烧了。女的昨晚怎么了？ 十六，我在上海的时候看见你同事李想了。对，他在上海出差，明天回来，好像也是乘坐九点的这趟航班。关于理想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七，传真机是不是坏了？怎么发不出去了？不会吧，上午我还收到一份传真呢。男的怀疑什么？ 十八，周末公司安排了聚会，你去吗？不去了，家里来亲戚了，我要带他们到处看看。男的为什么不参加聚会？ 十九，小黄，你儿子钢琴弹得真好，一定下了很多功夫吧？是，他每天至少要留出三个小时来练习。关于小黄的儿子，下列哪个正确？ 二十，我寒假去北京玩了，感觉北京真大。对，如果不熟悉道路，很容易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。男的认为，在北京不熟悉路会怎么样？ 二十一，这个箱子重不重？我帮你抱上去吧。没关系，其实里面就是几双皮鞋，挺轻的。箱子里是什么东西？ 二十二，你有信心赢得这场比赛吗？能赢最好，当然，要是输了，我也会继续努力的。男的要去做什么？ 二十三，请问这些寄到山西要多少天？四天左右吧，不过快到春节了，可能会稍微晚几天。为什么女的觉得会晚到？ 二十四，等下了高速公路，我们先找家餐厅吃东西吧，饿死我了。行，车里还有包饼干，要不你先吃点儿。男的建议女的怎么做？ 二十五，祝贺你们！希望你们永远幸福。谢谢，也希望能早点儿听到你结婚的好消息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第三部分，一共二十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三点吗？改了，三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，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 会议几点开始？现在开始第二十六题。二十六，喂，我忘记带钥匙了，你在哪儿？ 我在对面超市呢，马上回家。那你顺便买点羊肉回来吧，今晚咱们包饺子。好的，一斤够吗？女的怎么了？ 二十七，小姐，这个蓝色的行李箱是您的吗？对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麻烦您打开，我们要检查一下。另外，请给我看一下您的护照和登机牌。好的，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 二十八，老包，你孙女硕士毕业了吧？是，毕业半年了。她现在做什么工作呢？没找工作，她又考上博士了，还要再读几年。老包的孙女现在在干什么？ 二十九，今天的会议内容全部都记下来了吧？记下了，大家提的意见我也列好了。那你整理完发我一份吧。好，还剩一部分没弄好，等都整理完了，我给您发邮件。女的在整理什么？ 三十，我们是不是走错方向了？不会吧，我们是按照手机地图指的方向走的。不对，世界公园入口在南边，可咱们一直在往北走。抱歉，我看错了。他们最可能要去哪儿？ 三十一，你帮我拿一下盐。这个汤我已经放过盐了，不用再加了。我尝了尝，还不够咸。你最近经常咳嗽，还是少吃点盐吧。男的为什么得少吃盐？ 三十二，你听，有人敲门，可能是送空调的来了。太好了，空调终于到了。是啊，这几天热的我都快受不了了。男的认为是谁在敲门？ 三十三，这些照片真漂亮，都是我以前旅行时照的。看来你去过不少地方呀。我以前是导游，尽管后来不干了，但还是经常出去旅游。女的以前的职业是什么？ 三十四，34, 你打算让谁来负责这次的调查任务？我还没想好。你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小马可以，有能力，又有这方面的经验。但是他手上有工作，还挺忙的。有其他合适的人吗？小马不能负责调查的原因是什么？ 三十五，我这房子客厅很大，而且家具都是新的，确实不错。是啊，如果不是我女儿月底留学，我和妻子要去陪她，也不会这么着急卖了。这房子我很满意，不过还是要和我丈夫商量一下再决定。 男的为什么着急卖房子？第三十六到三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现在的孩子不仅缺少运动。 还经常吃不健康的东西，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。建议家长提醒孩子多吃苹果、香蕉等水果，少喝饮料，少吃巧克力、糖等甜的东西。另外，还要让孩子多锻炼身体。三十六，根据这段话。 现在的孩子有什么特点？三十七，家长应该让孩子怎么做？ 第三十八到三十九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网上银行。网上银行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生活，无论是购物、还信用卡，还是给别人转钱，都可以通过网上银行在家里轻松完成。 三十八，网上银行的优点是什么？三十九，关于网上银行，下列哪个正确？ 第四十到四十一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不要以为只有人才会说话，实际上大自然也有自己的语言，而且这语言到处都有，只要你仔细写就能发现。你抬头看天上的白云，美丽的白云高高在上，说明明天肯定是个晴天。 你在看水里的鱼儿，它们不停地跳出水面，那是在提醒你要下雨了，出门别忘了带伞。四十，鱼儿跳出水面说明什么？ 四十一，这段话主要谈的是什么？第四十二到四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 很多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把每天发生的事、生活中的烦恼和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记下来。这样做能帮助我们整理心情、减轻压力。另外，日记也是我们对过去生活的美好回忆，甚至将来也许会成为重要的历史研究材料。 四十二，根据这段话，下列哪个不是日记中的内容？四十三，写日记有什么好处？ 第四十四到四十五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武汉长江大桥全长一千六百七十多米，于一九五七年正式通车。它是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，因此有“万里长江第一桥”的说法。武汉长江大桥。 把武昌、汉阳、汉口三个地方连为一体，极大地推动了武汉市的发展。四十四，关于武汉长江大桥，下列哪个正确？ 四十五。根据这段话，武汉长江大桥有什么作用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